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去 KTV 一定有一个必点的名单，就是张惠妹的火。因为通常我点这首歌，全场人就是要给我站起来，然后我就开始会去下面挑菜，这样。挑菜挑意思？就是还不错，我就会这样。花，你的爱是花。对，这是我必杀技。我就是那种他在上火的时候会坐着吃面的那种，我真的会坐着吃面。你会生气？生什么气？我有付钱哎，对。没有，我去 KTV 通常都在吃东西，然后就会被强迫人家点我的歌唱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这种剧情。对，哦，我也是火，因为我就是等着被挑选的那一位，最期待是这一趴。可是小赖每次都没挑选我，是比较可惜。你是要挑他是不是？我的话，我也是火烧的寂寞，火烧的寂寞，你要延长的。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在 KTV 的时候唱一些我平常没办法唱的歌，就是用力的那种吼出来那种感觉。对，你呢？我是会点那种很台很嗨的，什么芭比的，就是那种气氛会很好，什么触电啊那种，那整场气氛会大家一起疯起来。要陪到了见了一起摇摇到天荒地也老，做一个舞后，就这种，就是松高五郎的，很棒。Keep up， 我们听大的，9月5日 YouTube 见 ，Keep up。